点开心，还有一点点难过。觉得所有人非常，所有人的辛苦是非常温柔，所有人是温柔的人，我非常开心和他在一起。sexy 还有这个岛海南岛，所以我的风格是难难过的舞蹈。如果我没有你们，我不会来到最后的表演，所以非常感谢大家。这个节目结束之后，我是去餐厅，美食的餐厅啊，我是去咖啡，和我的朋友。